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 was 和 used to be 的区别呢？ was 是过去的意思，其实两者都是曾经的意思，但不同之处，如果用 used to be 的话，就有一种失去乐园的感叹。 吴小姐在学校有什么比较要好的朋友吗？在这里不需要交朋友。哎，你这周排名又上升了。我说，你最近怎么考得那么好？ 另外，同学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。 这里有人被打，很多人打一个。啊！我的，过了。哥，他妈打110，你他妈是明白了呀？奖励他亲家封表一个，亲啊，亲啊，亲不亲？我亲啊！ 很容易被人盯上的，你要是付一点钱的话，我可考虑保护你。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，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要么就被别人欺负，要么就欺负别人。今天还能玩打球呀？有完没完？再有一个月，我们就可以去北京了。那熬不过去了怎么办？ 想过，其实我不值得被你拥抱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审啊？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 Sorry。这要打了！那咱们接着。
我之前跟踪过你，骚扰过你，幻想强奸未来，但失手杀了。我现在自首。陈念，我一个人什么都不是，也没有未来。可是我喜欢一个人，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。我不会丢下你的。 见过吗？他叫未来，让人杀了埋了。被拍了裸照还能专心？不报警，受他们欺负，你这样能专心吗？ 刘北山，你到底为什么杀未来？但是如果你能多相信大人一点，自以为机关了，大人看起来漏洞。 了解强奸犯在监狱里面怎么生活吗？嫌疑人跟受害者不能见面。郑念，你一直在撒谎。我不认识他。你要留下他。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但是没有人会为了另一个人扮成强奸罪和杀人。 如果真有人替他冤枉了蹲几十年牢，那他这辈子就毁了。自由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因为那件事情，我也被组织处分了。前几天庭审，刘北山被判了死刑。对了，有个好消息忘记告诉你。 再来一回，你还会这么做吗？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员工。我是过去的意思。其实两者都是曾经的意思，但不同之处，如果用 used to be 的话，就有一种失去乐园的感叹。 Tell me.